啊，半透明的部分，只要它后面有一个是完全没有透明度的东西，它会变成后面那一层不透明的，会先画出来再，再就是它怎么讲，类似涂层有问题啊。手底下，手底下。我自己是觉得这应该跟 CSGO 的那个烟雾弹，有时候会让一些边边的那个人。